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那比快啊更厉害的就是不出错。实际上快和没有 bug 也是理想工程师呢在开发产品时候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。正好过两天全新的一个 OTA 版本的软件呢就是即将 update 在车上，那我们也是有幸呢今天参加一个小小的内测会，抢先呢体验一下这个全新 OTA 版本它一些在新功能方面的提升。理想同学有自己的情绪，当我生气的时候我会这样说话，不要惹老娘生气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一直在那唧唧歪歪的，烦死了。支持连续语音指令识别速度快。你说，帮我把空调打开，前台空调已打开，再高点，再高点，调高了，风再大点，加温度调高了，前台风量调大了。导航去理想汽车研发总部，为你找到多个第一个请选择，开始导航，请选择路线或准备出发。三 D 模式，已经切换到二 D 模式，车头朝上。二 D 模式，已经切换到车头向上。躲避拥堵，已经切换到躲避拥堵。还有多久？夜间模式，还有33公里，已经切换到白天模式，已经切换到白天模式。帮我打开 QQ 音乐。QQ 音乐，退下吧。我先退下了。想问就问，随时打断。北京市今天出生的人什么星座？18至27摄氏度，西南风转东。今天出生的是处女座。白羊座运势怎么样啊？白羊座今日综合指数3，运势简评。你是什么星座啊？说乐观诚实的射手座就是我。估计无效文本识别闲聊中分辨出要执行的指令。好了，现在新上的那剧你看了吗？云南虫谷吗？对啊，那个剧怎么样啊？还行吧，就比较跟原著还比较贴近。我回去可以看一看。哎，咱先别聊这个，你想吃点什么？要不咱吃自助餐？可以啊。我饿了。第二个，四英区识别每个座位都是 C 位，且对说过的指令有记忆。我调高了。风再小点。前台风量调小了。再低点。前台风量调小了。理想同学。副驾请讲。我也要。前台风量一档了。可见即可说，合作 APP 内部也可实现语音指令。理想同学，打开 QQ 音乐。打开了。我的。打开了。发现。打开了。理想音乐。理想音乐，打开了。记忆里的秋天，藏在记忆里的秋天。没问题。晚秋。打开歌词。说起来啊，都有语音识别功能，但是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和人类进行对话，识别我们的指令，识别我们的情绪，甚至从一大段的废话当中挑出有用的话来进行执行，那其实是需要工程师和程序员对于使用场景进行大量的细分，写很多的程序来进行分类，它才能够实现。那目前来说，这个车机的它已经是在行业内做到最好，不过呢它还不是终点，后面还有很多可以提升的余量，所以啊科技呢让我们的驾驶和交通更暖心。